影音史团收集了近200年来的宣教文物，全球首部中文圣经《神天圣书》，帮助作娼妓的女性透过制作计量娃娃改写生命。66卷手写圣经带出中国人的文化产物丝绸圣经，献给慈禧太后的特别圣经，你真的要来看看。创世电视中华圣经文物馆反应热烈，现讯仲要求加开8月9月场次，请重速报名。